今天见到阿伟哥开心吗？有那么一点点吧。有那么一点点哦。这两天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嗯。在公司上班辛不辛苦呀？还是有点辛苦。还是有点辛苦啊。嗯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家人们，欢迎来到直播间啊！阿伟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今天回来的，然后下午才到的，然后刚才前面带二妹去吃了个饭，一起，然后呢，现在送她回去啊，我没有开车啊，没有开车，走路的。刚才开车到那个一半，我就把车提在那儿了，然后我就走路送他回去，因为开车的话太快了，家人们，太快了，一眨眼就到了，几十分钟就到了，所以黑了好多。二妹都说阿伟哥你怎么又变黑了呀？但是牙齿是变白了啊。去西昌那边啊，那边的朋友也特别的客气啊，然后天天吃肉，我都感觉又长胖了，看到没有？感觉又有点长胖了啊。来直播间1500人，马上2000人，咱们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阿伟的粉丝群，好吧？我今天用这个小号播一下，咱们分享一下粉丝群，好吧？他们都说想看你来，二妹过来。那我在你旁边，现在我好白啊。是吗？有吗？有。来，你跟粉丝们打一下招呼来。晚上好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二妹是比较内向的那种啊，但是她真的有点像慧雪儿啊，长得眼睛，你看眼睛大不大？眼睛大，鼻子也鼻梁也高，你看这个脸型也好看啊，就有点像那种新疆维吾尔族的那种感觉啊。家人们，你们说二妹好不好看啊？她现在长胖了一点啊，但是他们都说我瘦了啊。瘦了吗？但是我感觉我自己胖了好多啊。但是她五官是不错的啊，这眼睛大，眼睛啊，高鼻梁，对吧？这没有做过的啊，没有做过的这些眼睛鼻子都是淳朴的啊，没有像别其他美女一样做过的，她是这个没有做过的，但是哎呀，你不要再伤害。哎呀呀呀呀，二妹漂亮是吧？来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。直播间马上2000人了，我也好几天没有直播了，大家赞赞点一下好吧，然后分享一下粉丝群，谢谢。对呀，它是天然的啊，鼻子、眼睛、皮肤都是天然的，那看就看得出来啊，对吧？她十多岁的姑娘怎么可能做过怎么的，是吧？现在我跟你们说，很多女孩都是做过的啊，没有做鼻子就是做眼睛的这种，都是做过的，但是它是纯天然的，自然的美，知道吧？卡了吗？我在外面啊，我送她回去，然后呢就走路去啊，因为我开车送她呢，这个太快了啊，半个小时就到她门口了，到他们住的门口了，然后就太快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走路送他溜达溜达，聊聊天。你开车送我大约半个小时吗？啊？你开车送我大约半个小时吗？差不多啊，要差不多。那活累都有点多。我去到大娘山又变黑了，家人们，确实变黑了。休息一下吧。哎呀，我走累了。哎呀，我这两天没有休息好，家人们。这两天去大娘山西昌那边没有休息好，这路都怎么挂了？
没有休闲好。二妹是自然美，对啊，自然美。牙尾成熟一点了啊，这该成熟了，年龄也大了，也差不多要悲伤了，家人们，是该成熟了，对。西西点赞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啊。黄毛呢？黄毛啊，我老爸说他说要弄到他公司去上班啊。这两天我也不在这边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二妹，那个黄毛这两天有没有欺负你啊？没有，他这两天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又突然消失了。有没有来过公司找你啊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嗯。但我好像看到粉丝都在说是他们晚上还有个叔叔一起到公司去了。晚上他到公司去了是吧？那天我爸在公司是吧？对。嗯。我那天我没有加班，我很早就回来了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。哦。这样子的。没有关系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放心啊，你们放心。就是弄到我爸，我爸他们那边去上班也可以啊。我爸给他安排，他愿意去。如果他愿意去的话，就更好。因为在我们这边上班，的话，有时候害怕到时候这样那样的也麻烦。他到我爸那边去的话也没事儿，知道吧？具体问问你爸爸，嗯，可以的，我问一下我爸爸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家人们好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直播间2200人，马上2500人了，咱们打一包上人，好吧？分享一下粉丝群。那天我老爸怎么说的，二妹？我不是很清楚他们怎么说的。你也不是很清楚是吧？对，因为那天晚上我是睡了一觉，然后我睡醒之后我就给他们开了一下播。嗯，对。直播间2400人了，咱们打一波杀人好吧？二妹漂不漂亮，家人们？这个衣服你穿起来还是好看吧？还行。还行啊，喜欢吧？夏天的话，这是比较凉快嘛。对。裙子的话比较凉快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现在我们两个走到了这个大马路边，这边很多很多东西都在叫啊，这小鸟什么的，啾啾啾啾这样子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就是，看到没有？正。没有车也没有人啊，车也比较少，人也比较少，家人们，车也比较少，人也比较少。要不二妹，我们两个买点那个啥吧，啊，买点成年人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这路都怎么都刮了呀？对，一会儿亮，一会儿又不亮了，是吧？家人们，这条路啊、哦，这条路那个啥，又没有人，又没有那个。那边有凳子。走，去哪里有凳子？这条路，家人们，你看啊，又没有人，又没有车的，要不要来点跟二妹两个来点？来点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啊！哦，不要，大家不要见外了啊！不要想多了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也没有人看到吗？就我们两个吗？要不要来个拥抱一下什么的啊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你们不要想歪了。我阿伟不是那种人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阿伟不是那种人啊，除非哪天二妹她真的就是说喜欢上阿伟哥了，她主动跟阿伟哥说，对吧？她主动跟阿伟哥说，那天我都会那个考虑一下的啊。
来直播间2700人，马上3000人了，怎么样？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瓦洛卡吗？对不对？拜拜。那边有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家人哎，要不要我跟二妹来点，来过个二人世界？对吧，找你唠口罩。二妹，你要不要抱一下啊？家人们，你们说要不要抱一下，牵一下手吧，那就不抱了。这是二妹主动牵我的啊，家人们，不是我主动的啊，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比较猛的猛男，比较腼腆的是吗？啊，比较腼腆的。然后他。